铁甲长歌死未亡，堆盘色上起先上。不是阳澄湖蟹好，人生何必住苏州。1900几年前，法侯师太将我两兄弟困于九层塔下。好彩前几日嚟咗两个潮汕人喺我哋塔前面炒薄壳，如果唔系佢咧，九层塔都唔会冧啊！我哋两只大闸蟹精先得以重见天日。俾九层塔同化咗成千年，我而家连苏州嘅本地话都唔识讲啊！我觉得我而家讲紧嘅系广东话喎。No problem 嘅 ，but。时间是会改变一只蟹，想当年我哋几咁精英嘅，玉肥、黄多、青背、白肚、金爪、黄毛，啊，唔知道时至今日，我哋嗰啲后辈又会变成点呢？大哥，不如跟住前边嗰个蟹笼去睇下咯。No problem。上江南月，只熬着老酒，唱文扬唱胡笙。黄毛披荆斩，摆脱你说。万里夜来寒潮，五万块是赔。哎，咁得八嘅啫，只咁问。阳澄湖烟水尽红一片，长江河畔。哎呀，好开阔，好凉爽啊！空气好，环境好。生态环境还可以啊，师傅啊，那些大闸蟹啊，我们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吃那些原生态的东西，现在大闸蟹还是吃原生态的东西吗？吃那个玉米啊，玉米喂龙虱啊。哇，吃肉啊！平常那个大闸蟹你们会怎么样去照料它的？喂完了，白炒白食，中炒了，不中炒不行的，肚皮白白肚皮啊。没有草那个蟹呢，它就黑都黑。怪不得你咁多草啦！要问两个问题要摆下去了。要摆下去哈。对，而家起蟹啦，各位。嚟啊嚟啊嚟嚟嚟！哇，系，哇，好精神喎、啊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喂，营养唔错。系啦，诶，老来安慰啦你吓。主要系呢段时间冇我哋嘅庇护，佢觉得好差添。系啦系啦系啦，唔知原来佢哋对佢好好啊。嗰只成个大抽咁大只，哇！你睇下个，哇，好大抽啊！恭喜阿爸，生猛生猛生猛！啊，母蟹都更加好了，你看。啊，哪个蟹？你看。阳澄湖大闸蟹，它长蟹两样的，味道两样的。你做两个蟹，一个是阳澄湖蟹，一个长蟹，你们吃吃看啊，那个好吃，对不对？就系食呢啲啦，屌你几靓啊！呢啲鱼大鱼仔啊，哇，佢哋伙食唔错咁睇。哇，佢比我好得多啦，大佬。谢谢你们，不要紧，照顾他们照得很好。好，感谢感谢，拜拜。不要紧不要紧，对他们好点。好，好，拜拜，再会再会，再会再会。为什么九层塔不震了他们两个下去？他的那个泥是硬的，他那个竹竿撑住，包括你这河中间也是硬泥的。我知道，我们因为我在阳澄湖有三个围网，我知道的。我老公就在那个船上。硬泥和软泥有什么不好的？那他为什么白肚呢？就是那个泥硬嘛，背那个肚子属于白的嘛。十月中旬，中旬吃母蟹，十一月吃公蟹，现在是长蟹。阳澄湖的蟹还是有带味甜，要慢慢尝。但是你有的人可能尝不出这种甜，有的人嘛几分钟搞定一个螃蟹，你哪能尝得出这个甜？慢慢的尝，你就能感觉到这个。但是吃这个螃蟹吃不要吃醋，有的人还非命的搞了好多醋在那蘸蘸蘸。醋只是吃原味，我们从来不吃蘸螃吃螃蟹吃醋的。水煮放一点盐，放点姜就可以了。蒸的话就白蒸也好。蒸也好，我们本地的喜欢水煮，放点那个盐就可以了。吃它的原味，不要蘸醋姜。就吃它的甜味，鲜甜味。嚟啊，青背、白肚啊，白肚啊，金爪、金爪、黄毛，标准嘅呢只呢只，自古以来嘅标准都系咁样噶啦。冇错啦，你睇下几犀利，个个都鬼咁生猛嘅。又听话，放心啦。系啊，仲玩蟹？佢咪就系法海个师妹，法侯师太。
你两个蟹精冲破九层塔，还想为祸人间？现形啦！你王王，你王王，你王王啊！星哥阿伦，慢慢享用喎。多谢法老师。啊，好似有啲好熟悉嘅味咁样。系喎，你咁讲，我又觉得好似系喎，好似似曾相识。系啊，点解？唔好理咁多啦。呢个时间就系嚟尝试。啊，你呢个靓得多啦。越嚟越靓，又有油水。边仲多？绝高绝高！哇，啲咁香嘅呢啲，啖啖都系肉嘅一种饱满。每年到呢个时候又有一食大闸蟹，都系呢只味，真系幸福。啊，猪女成口都幸福咁啦。咁但系好坦白吓，呢个时候就系尝鲜体验，佢味系最巅峰嘅时候。一个星期之后，即系你哋睇到呢个节目嘅时候咧，就更加好啦，更加浓香，正啊！我而家食住佢嗰啲肉香味咧，一丝一丝，一环扣一环，我又好似同佢融埋一齐咁啊！我都有呢种 feel 啊！真系谂唔明，冇理由我哋上一世系大闸蟹噶嘛？讲呢啲真系。好食啊，法老师！咁就得啦，咁靓嘅阳澄湖大闸蟹嚟我哋品胜记商城选购啦！嗱系啦，大闸蟹咧，全国各地唔少地方都有，咁当然你哋可以买到嘅咩街边嘅、超市嘅、酒楼嘅，全部都有。咁但系我哋咧真真正正嚟到实地就系阳澄湖嗰度咧，同大家考究，哇！睇下嗰啲咁嘅嗰只雀几近啊，就喺我面前嗰度飞过咁样。咁靚嘅環境，咁靚嘅水質，即係如果你又有追求嘅，又或者係對品質啊，想食翻啲原原本本、真真正正嘅陽澄湖大閘蟹嘅話咧，就喺我哋呢一度啦，好冇？邊度都唔使去啦，啊！